被我逮到了吧？你等着。老公，吃饭来。杨哥，你先看看。我吃这个。这个就是菜叶子，啥没有啊？哎，我今天就吃这个。老规矩，我吃完你再吃。你别搞心理胎噪，看谁笑到最后。老婆，你这个不是不是不是，哎，哎，这啥呀？这是啊？你自己看着吧。看好了，哎 ，very good， 做得好。有人。来电拉把酸盖盖扣，这一餐吃的真得劲啊！老公，嗯，我吃差不多了，你快吃吧。没错，嗯，这边就菜叶子啥没有啊？哎，我明明看到有两块大肉，我炸！啥情况？大哥。